没事儿，我晚点出来也可以，问题不是很大。哎呦我操，一个左边躲一个右边躲，加血不好杀呀。我这女警这么冷静吗？这女警一点位不走啊。冷静了还是太菜了？我不太能理解呀。已经经受了太多黑暗的折磨。这能让他卡了？这兵线，追不上啊。AD 开始指挥了，不听他指挥。
看着星星之光，这是我为之奋战的原因。黑林斯伯瑞，原配，这怎么能叫 K 呢？这叫 C， 这不叫 K。你快点推。推塔呀，这塔皮一个你也不一个你也不吃啊。先来个章节吧，别来一个遗失的章节。天界华亭绝不退让。你给我干他，你开大呀，扫他呀，你咋不扫他呢？我这塞纳凭啥跟我点呢？热乎的有点痛，给意思了。回家来个炉灯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哎，要是美甲窃魂卷呢，也可以。
直接美甲窃魂卷吧。粑粑人是掉线了，还是在勾引？啾啾！我操，闪没闪出来？有点疼，这佛爷哥打人！哎呀，我的美甲窃魂卷呢？大师之手，伤害有点低，有点垃圾。我不能否认心中的黑暗，但我不会被他控制。不好意思，就是这么阴。这中路怎么二塔都没了？是在维持宇宙的完整，但天界滑亭的我们却指引着其间的光明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走了？不好意思，那不可能走。这没有助攻，这很烦啊。再推呗，这里有个眼儿，但无所谓了。你这钱都不要，都给我呀。至高的创造之美，震撼的星星之光，这是我为之奋战的原因。哎，没抢到，不应该呀。这也太垃圾了。
爷哥就杀我呗，这佛爷哥，我操你哥了。嗯，主要是我的美甲窃魂卷，宇宙运转暗藏精巧而复杂的规律。来，上路也不行啊，这把上中都不咋地，喜欢蹲。嗯，主要这队友都搁哪呢？我这旁边没人呢，人都哪去了？哎呦我操！不好意思，走吧，全空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这位置不好，而且我们家永门没带呀。打女警，再追，你能跑得过我？没有小兵打我的话，算了，他能跑过。哎，跑得有点快啊。这不行，这今天必须得追他，死追！哎呼！苍穹浩瀚，足够的空间用来反照自己。小法穿配个大棒，
那我放个眼儿，他就点一下子。那鱼，先把那鱼打废。不是，这那鱼都没咋地呢，就死了，都打不过吗？应该不能吧？这不随便打吗？女警还没来。小龙，对大龙，那鱼过来都没咋地就废了，啥也没干就死了。你打的应该不能这么难打吧？留个扣吧，留个扣，等着有人过来抢。撤！等着鱼过来送人头。我耶哥好像交闪了，所以我闪，你知道吧？要不然我不交闪。我耶哥交闪了，我就得交闪。你他妈交闪是吧？我操！我能让你回家吗？没射到，回去一个呀，有门回去就得了。你和你弟弟打，你还干不过吗？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杀不了那女警，没有什么好位置。凡人发明的星座，却不愿直面心间的黑暗。快吗？来小龙。苍穹浩瀚，足够的空间用来反照自己。我支援你一个大招，哎，这都打不死啊，那我追吧。这干嘛？Oh.